職業專才教育已經延伸到學士學位程度。VTC 屬下的院校 DI 就提供以專業為本的學位課程，幫同學投身專業。我去過新加坡實習過三個月，跟當地經驗豐富的工程師做嘢，見識到很多行業的新技術。而今年畢業，我就會去一間上市的工程公司做嘢，希望將來成為註冊工程師。數碼媒體是一個新興的行業，需要有高技術同埋有實戰經驗的人才。我哋為 DI 學生提供實習機會，亦都好樂意聘請佢哋嘅畢業生。多年嚟，職業專才教育培育咗好多出色嘅專才。舊年每四個中六畢業生就有一個揀咗讀 VTC 嘅課程，向專才路進發。